亲爱的宝宝妈妈和宝贝们，晚安！又到了每天晚上最重要的和天父说说话的时间喽。先来读天父在圣经上告诉我们的话。天父希望我们都是有真智慧的人，读真言，我们一起在天父的爱里长智慧。今天我们继续箴言九章七到九节，跟着我一起来读。指斥亵慢人的必受辱骂，责备恶人的必被玷污。不要责备亵慢人，恐怕他恨你；要责备智慧人，他必爱你。教导智慧人，他就越发有智慧；指示义人，他就增长学问。读了天父启示的亮光，我们也要求圣灵照明心中的眼睛，使我们真知道，也能在生活中活出天国的智慧。一起来向天父祷告。赏赐智慧的阿爸天父，谢谢你透过圣灵向我们说话，引导我们走正确的道路。你的圣经话语也指导我们活出你所喜悦的生活。天父，求你帮助我和我的宝贝成为一个谦卑的受教者，随时接受你和旁人指正我们的错误。求你也赐给我们爱与勇气来承受被指正的难受，这会帮助我们成为地上的智慧者，也让我们有开阔的心胸，学习不断成长。亲爱的天父，求你帮助我们在改过中把羞愧感移除，勇敢地知道自己的不足够，还有很多成长的空间。奉主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